奇怪啊！啊，阮阿孙咧吼，讲要来北港佚佗，啊来这文化中心，啊来无看人啊，囡仔伊也唔知走去倒位呢。阮这个公孙咧是伫遐咧看啥？我来甲看嘛呢。我今麦就来救阿哥哦。哦，阿哥救阿哥，我揸手机啊。阿叔啊，阿叔啊，啊，阿公。啊！你走来这是咧看啥货？吼、哦，阿公啊，你拢唔知影吼，这偌厉害呢呢！这儿童美术比赛啊，今年110年哦，已经办第30届啊呢！哈，吼、哦，办第30届哦，按按30档呢！嘿啊嘿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今年吼、哦，这个美术比赛啊，请真侪这美术专家吼、哦、来做评审委员。啊，拢总吼有1591个人参加，啊，参加这侪人，啊，偌侪人得奖，吼、哦，有305个人得奖呢，哦，安尼真歹拼呢，对啊，所以吼、哦、每一角的作品吼、哦，拢是万中选一，独一无二，不看可惜。吼、哦，啊，比赛内容是咧讲啥？阿公，比赛内容就是安尼。画类幼童组，题目：心目中最好玩的游乐园。绘画类一年级，我们就预班。绘画类二年级，快乐欢喜过新年。绘画类三年级，我去过云林县最好玩的地方。绘画类四年级，主题布袋戏。绘画类五年级，静物写生。嗯，明白。绘画类六年级，静物写生。呵呵，这电脑买拳头刀呢，还有电脑绘图呢。阿哥书法咧，哇，真正是琳琅满目啊！予你看到目睭会闹着。哈，阿公有赞无？呵，真正有赞呢！呵，大家小招小撮，云林县第30届儿童美展伫北港文化中心的1楼，邀请大家吼赶紧来看美术展览哦。就在7月24日至8月11日，嘿，无看无猜，我们要采预约制吼，啊，详情啊，请看北港文化中心粉丝专页喽。